早上直播呢，属实也是两场直播，但是说以前感觉还行，现在感觉就是有点不行了。因为啥呢？因为两场直播之后吧，时间太紧张了。帅哥啊，这我头回见。帅哥。人那个也得考虑自己哎，爷们儿，过来，打个招呼。叫大爷。大爷好。正哎，好啊，正你好，啥大漂亮啊？我给他那啥，我妹，完了。你他属于自己那什么？初三了，初三上岁啊，你得考虑自己的精力也不行了，疲劳是一方面，就是说你会感觉这一天就没有时间去充实这个直播内容，咱得冷静地想一想，把这个直播内容改变一下。天天播，话语就那个状态，你说的事儿就那个事儿。然后咱们得策划一下明天怎么直播。以前我最开始就直播的时候吧，我都会策划一下明天怎么播。现在有的时候策划不了了。像你那个直播呢，你也应该想一想冬天怎么干的。我冬天就是我冲着北站着，然后张嘴。喝西北风，西边吗？别北，不是，必须冲嘴站着站着，能不能整焊个大铁笼子，整个纱布，完了里边整，就是说也下的那个，它不上鱼，冬天鱼不动，对，它不上鱼啊，这个东西不一样，谁也，因为鱼你得知道鱼的习性。你就是把那个东西把笼子你撂在里，它也不进，这不一样，要上啥呢？现在有标准的啥，得拿那个槐树，就是那个柳槐那个枝条编织的，它那有诱鱼的作用，这个东西，这个肯定是专业，好讲究啊，哎，烤完了呗，都天热了。觉得那个肉好像行，有吃就不错了。吃个来一个，吃肉，这肉挺肉。老黄又说哪个瓶子的呢？还是哪个？这哪儿啊？不知道啊。老黄牛是不是也喝了？他是不是看不清了？有点儿。来瓣大蒜啊！来瓣大蒜。妈，来鼠哥喝点来。好哎。直播间我们家的老铁来碰一下啊哟！直播间我们家老铁来，能听。